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折一架滑翔战斗机。首先取出一张纸，将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对折，然后两组对角再分别对折，沿着折痕将它折成一个双三角形，然后将底部的角向上翻折。然后这两边再向内翻折，好啦，我们再取出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沿着它的三分之二处，然后向内部翻折，拿出小刀裁开，我们将这张长方形的长边对折，展开两个角向内部翻折。好，再对折。好，我们给它画上轮廓线，然后沿着轮廓线剪开。好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将这个角，我们将它放入内部。然后展开，将这个角向内翻平。然后将这个角向内部塞进去。然后沿着中间对折，然后再向外翻折。我们这架滑翔战斗机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